杨幂与刘恺威私下一起逛街，两人动作亲密，杨幂靠在刘恺威肩膀上，似乎在商讨着什么，真的是好甜蜜啊，狗粮简直是一把一把的撒啊。杨幂在商场试衣服，这件衣服很酷，就是不造价格撒样了。看后面的背景，这个店衣服估计不便宜。唐艺昕和张若昀一起在机场排队，唐艺昕则一直低头玩手机，开玩笑，男朋友在，我还需要操心啥。鲍蕾和老公陆毅两人外出逛街，在一家咖啡馆休息，这嘴擦的狗粮我干了。范冰冰穿着睡衣就和李晨逛街，看吧，李晨的力气还可以用来做女朋友的苦力。李佳手捧着给儿子买的玩具，一边摆弄一边走，靳东悠然地点起一支烟，一路热聊，笑容简直像阳光一样灿烂。黄磊搀着怀有第三胎的孙俪，身后跟着大女儿多多，一家四口在香港商场购物。黄小厨真顾家，张翰和娜扎也现身商场逛街，两人同色情侣装，娜扎直接拉着张翰往化妆品区间走过去，难道女生都是这样？黄晓明和 Angelababy 一起逛街，走哪儿两夫妻都牵着手，十指紧扣，很神爱。看来明星夫妻们外出逛街也跟普通人没啥两样，可能除了咱们买不起吧。